我们的口号是纪实录下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。行游路上，纪实录下。主角 Cafri 罐装啤酒，配角袁冲，友情客串由菜子游，导演德里克宋。由于收银员阻止过我拿小黄框出来，在里边整理又不方便，所以就用大推车吧，赶脚更加方便了。袁冲断货了，油也快用光了。最后来点新的啤酒。排队的人还真不少，新的窗口叫我了，第一个。左边0.9升油菜籽油价格为8480韩币，10000韩币等于7.5美元。右边原冲3800，355毫升六 Cafri 罐装啤酒11340。